好了，走了。哎，你看我们接电现在也方便了，是不是？这小区车也不多，过下个月估计就没车了。把电从那儿一接，接上就可以了。走了，现在我们去赶集。来，开车。这个地方呢，旁边就是爱琴海，爱琴海那个集前面就有。今天是常家庄集，今天是初几啊？初六。初六是常家庄集，上车走了，赶集去了。今天冰箱送来了，冰箱送来了，是吧？咱们就能那啥了，可以想买啥买啥，往里可劲放了。嗯，耶，那老爸这小电驴带来了，他就骑着小电驴就不用走路了，相对就轻松很多。走，今天又是常家庄集，这常家庄集我们逛的比较多哈。是吗？好像来过一次啊，好像没来过。那我们不记得这里有个家。那我来过好几次了。我来过。上次也在这儿买的，因为这个集离我们很近，离哪面都近，算是中心位置吧。哦。那面就是哪儿嘛？我告诉你就知道了。那个地方就是什么？就那个高楼，晚上有灯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银龙湾。啊，对，银龙湾，对对对，银龙湾后面。哇，这个集热闹啊！免费吗？买个花呗，被子不要，挑好吃的买。这桃子怎么卖的？老板，盘桃十块钱三斤，黄桃也是三斤呐。黄桃、盘桃都三斤，回来买点，三块多钱一斤可以啊。这都是一块钱，全场不是两元店，一块钱。这个夹子要吗？买个尺子吧。尺子干啥？不听话以后，哎，我就知道。不好好学习以后就打你。这叫啥你知道吗？老雅雅呢？老头乐。这么小。晚上这卖啥都有啊？这干啥的你不知道吧？这啥干啥的？补车胎的。哦，没见过。这小夜灯。妈，这是炸油条的是吧？走吧，没啥咱都买的。板太短了。来，给你这唱着，一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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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五块钱吧。好，这怎么葱白少呢？嗯，他这葱白少，葱叶长，埋的短，培土培的少。可以。多少钱？五块钱。五块钱。要个瓷管，要个一块钱一斤吗？两块钱一斤。那是哎，第二个大叶儿，小伙呢？呀，不要了，没事。大叶都不要了。这微信呢？是啊。走了。微信。微信收款不减。五块钱，这么一把葱，回去来个葱包肉，是吧？煎饼卷大葱不妥妥的。这海螺，啊，这里海鲜都挺便宜的，海螺二十多一斤，它这八爪鱼不太新鲜哈。八爪鱼差点，二十四。买点啥吃呢？这煎饼咋卖的？煎饼九块钱一包。你冰箱里好像还有煎饼。拿一包吧，九块钱。几块钱？九块。这桃子还可以啊，十元四斤。四斤这么大一点的，三斤的地方，反正这是个小苹果嘛，不是大苹果，挺甜的，这俩是一样的。哦。甜是甜的啊，甜的这两个甜，我主要看软，我要软的。我要硬的。你两样拿着吧，你要吃硬，你就点硬的；他吃软的，就管点软的。软桃好吃，软桃甜，对不对？你愿吃软，你愿吃脆的。这是新鲜桃子，你看软一点的好吃，硬的好吃。你是不是傻？我这是硬的吃法。好，来一块。吃。你看我们这带老师傅来也有好处啊，这都给了他不用走了，咱们也不用拎了，带个小移动小吃。呀，这是那个玫瑰香哈，咋真大个呢？玫瑰香好像小啊，我记着。本地的玫瑰香这都属这么点的，这都属于大的，这都属于小的了。我记得我吃的玫瑰香都好小一个的呢，想买点尝尝咋样看看。哎呀。十三一斤，酸不酸还是甜的？甜的。我来一个尝尝。尝一个行不行？可以。二十六块六，二十六。嗯，啊，是这味儿。二姐找不是香了吗？那是本地玫瑰香。哦。那
13块钱一斤的玫瑰香，这个品种在北南方没有，就在北方才有，以前买都得网上买。这种卖的6块钱啊，哦，老妈爱吃这个，这个好像还硬实一点的。手擀面条，花卷了啊。那看那个饼，买点就行了呗。哎呦我去，你看这个露营小推车多功能，现在啊还能带娃，哇，这个车性价比高。给你买这么个要饭的碗干啥呀？嗯，好看啊，这个青蛙的好不好看？哎，随便吧，你这洗都不好洗呀，好洗，你看看，啥呀这是？小鸭蛋，我说还买这么个碗，你说单独这么个碗，这一洗我跟你讲，这爪先掉就是。你说你看哪个长得像自己，你就买哪个啊。哼，我看身材哪个都挺像你的。哎，那个草莓的好看吗？哎呀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是的，啊，这给你来，就买这个就好了。不行，这2块钱来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买这个小破玩意儿啥用啊？这走，可以打份羊汤回去，煎饼卷大葱，喝羊汤，妥妥的。我把这车的给它随身带着，还好咱们这车斗大。买个钥匙扣呗，就是。哎，咱这多。好，哎呀，比我那强啊！我那个，哎，指定比你大。小心小心，烫手啊！便宜，盯住啊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我爹的代步神器。好，来给我拎，我拎，你的空间小，我来拎来。别拎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好，我怕你拎着羊汤，我怕你拎着后面偷喝住。来，坐好吧，前面宽着点好拎。走，打道回府。要的呗。哎，这地方离我们。哎呀，离我们家就2公里，开车2公里啊。要是步行的话，就不到2公里，可以走小路过来。看到没？常家庄鸡，大家来这个鸡搜索"常家庄鸡"就能找得到啊。威海银滩啊，不是威海乳山银滩的常家庄鸡啊，就是这里了。对面有个加油站，就在银龙湾的后面。开门呐！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小鸭蛋儿，哎呀，炖土豆都好凉啊！嘿，妈呀，这个大葱回来了，大葱卷煎饼，嗯，啊，给我个大碗，我弄碗汤，弄点羊汤喝。有个碗还是弄个啥？有大碗吗？哎，看这一盆羊汤多好，加点调料，来，那个汤勺呢？在哪儿啊？嗯，来个汤勺，涮一涮。尝尝汤料味道咋样？嗯，味道也可以。加点盐，是盐啊，一勺盐就行了。来一小勺盐。好，可以了，搁了搁了。这个一碗浓郁的羊杂汤端上去。哎，这地方赶集，你看咱们弄了一盆汤回来。这桌子擦一下了没？看那桌子那么脏，擦一下孩子。哎，这老爸现在就睡在哪儿了？睡着飘窗了，榻榻米。老妈睡屋里啊，我们还是自己睡自己的房车，妥妥的。哎，这羊汤里啊，你就得搁点胡椒粉，他这胡椒粉搁的有点少。哦，包份羊汤回来一喝多好，他这是点的羊杂汤，你看，还有这个羊肠、羊血、羊肺、羊肝，啥都有。哎，一碗羊汤配啥呢？就配这个大葱卷煎饼。这啥抹酱？这玩意抹吧，拿个葱抹就行了。我帮你弄点来。不用。够不？够不？咸了吧，可以了，已经糊噜糊噜了。嗯，行事。哎，该咱们的了。哎呦我去，这抹出花了吧都。嗯，这葱给我给弄开了。好，
这样就可以了。从怎么样？从皮有点一厚啊，这老哥，喂，这一弄不就妥了？看到没？大葱卷煎饼，哎呦我去，配着羊汤，这还有比的呢？你大拇手指头卷煎饼，不是鹅。嗯，给你个嫩的，那味道能治了。哎，卷煎饼都有一档的汗。哎呦我去，还有肉肉啊！不要了，这就够了。哇，别等不要了，别等这菜刀了。吃完了吧？还有菜呢。嗯呐，还有一大盆菜呢。哎呦我去，我都没给你放菜的地方了呢。往这放吧。哎呦，这大葱卷煎饼真没用菜。小心。大葱蘸大酱。哎呀，这硬菜啊！扎门就呛上。五花肉，这土豆豆角绝了。哎，你买这回买这个发糕上发糕。大饼啊。发糕。什么？不是大饼吗？发糕，你爱吃的。先凉，微波炉打一下吧，要不要打一下？不用打。我今天新做的。新做的，这么吃更好吃。哎呀，这么吃更好吃。是不是？再委屈两天，后天估计餐桌就到了。凳子没到。凳子。凳子那四个能到，那俩椅子好像到的慢。嗯。